我哋而家嚟到拉威二市场呢度夜景，到九点钟就闩门噶。我哋今日都嚟迟咗，食咗海鲜啦，十点闩门。哇，夜市啊，睇啲灯光，嗰边仲有好长都系夜市海鲜。哇，你睇下呢个海鲜市场。就三门啦，哇！海鲜啊，好深啊，嗱，嗰啲啊，龙虾嚟啊，系啦系啦，系睇埋几多？1.3，1.3，有鸡丁有那个800克。对吗？有蓝色的800克，一个2200，吓，游水海鲜，系啊，游水海鲜系冇错，游水。头先嗰度两个1.3系2000几，2000几，呢个靓啲嘅，2000几匹。头先嗰度买2K1K点几，2000几匹。哦，而家夜咗啦，好多收檔噶啦，差唔多都海鮮餐咯。好多都係呢只龍蝦啲啊，係啦，係咁龍蝦嗰度都收檔啦，因為今日晏咗嚟嗰度。呢度嗰度仲識得講華語添啊，呢度阿五哥啊。阿五哥，嗱，还是讲国语先呢。阿五哥，你嗱，阿五哥，你是阿五哥，你就是阿五哥。嗱，喺度阿五哥，哦，真厉害哦！你睇系你噶，我去看看。哇哇，老虎斑呢？这个是老五包大的，对呀，老五包。一斤多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是一公斤800，一公斤。我看这个有多大？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有多大？哎呀，这个是大一条是这个有1.5公斤，是800，是一箱二，哎，不是。对，一箱二系几多？啊，1200，一个 kilo 800，而家系卖到一箱二，这个老虎斑啊，这个老虎斑。对，还要买其他，但是我可以跟上价格，看你看。啊，我看一下先啦，看一下先，看完了。这个是三倍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让我改吃它嘞。谢谢我，谢谢他的阿五哥吗？阿五哥吗？谢谢你啊，你很厉害，会讲普通话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了，阿五哥，啊，你真，你煮嘢更有嘅。哦，呢啲就系嗰啲咩维亚、维塔亚海鲜，帝王龙虾。十吨海鲜。哎呀，他话呢度唔知啦，真系讲差唔多过年两日就我哋睇咗嘛，睇咗一次，做嘅时候做多啊，系啊，我哋迟咗嗬，不过呢度系靓啲嘅，系属于
都到啲咯。咁啊，啲都唔係講咁貴啊，好真。O K 啦。O K， 嗰條魚千幾 yen 啫喎，千幾百。有水有錢。誒，百幾蚊嘅嗰條魚，你食嗰陣時幾多百蚊啊 ？O K。有魚，有魚。我話依度海鮮真係好新鮮，都好平啊！唔係講個口，就平又抵買喎。但係而家我哋食飽咗，你睇下啦，睇下啦，全部都係海鮮靚靚，係開到10點鐘嘅啫。我哋依家都今日嚟遲咗，食飽咗。